你们家装那个叫什么净水器了吗？哎，装了，我爸爸家、奶奶家、我家全装了。因为网上说了，就是现在自来水很有可能是重金属超标，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就是装了会比较安心。对，确实这个重金属超标呢，有的是说是这个工厂排出来的废水然后过滤不干净导致的，但是你说咱们这个城市里用水我觉得应该还好吧。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哎，但是咱们有那个热心观众打来电话，他们特别担心这个水到底有没有杂质，有没有这个重金属，而且他们也说，就现在市场上这个净水器啊，良莠不齐，到底选什么样的净水器呢？到底用个什么标准去选？所以这也难到我了。探索无止境生活大求真，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，跟随我们的求真小分队去一探究竟。哎，欣欣，哎，你在这呀？那找你仿佛找不着。啥事儿？送你的菜。谢谢。哎，你这有水啊？啊，我顺手给你洗了。这个菜又先脏。不是，你别用我的水洗。欣欣，你咋那么抠呢？让人笑话，真是的。我都给你买菜了，顺手给你洗洗，还不让用水？我这水可不是普通的水啊。你这怎么了？这什么水？这是我这是实验用水啊，这里面加了漂白粉的。哦，加漂白粉了。哦，那不要紧。你看这个菜哈，你看。有点绿，我给你漂白一下。你有没有点常识啊？加了漂白粉的水还能用来洗菜吗？那又怎样？我跟你说，我啊还是先给你做一个实验，做完了实验，如果你还想用我的水洗你的菜，你想洗多少洗多少，你想跟谁吃跟谁吃，反正我不吃。你整天就用实验来吓唬我，你做什么实验？看我这有一个干净的玻璃杯啊，我取一点实验用水。哦，然后呢？放这儿了啊，这里是余氯检测试剂。余氯检测试剂，对，什么是余氯啊？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又给我卖关子，看我把它滴在里面 啊！哎呦，看到没？哎呦，哎，欣欣，嗯，怎么就变黄了呢？黄了是吧？你这不是加漂白粉的水吗？它怎么就变黄了呢？你别着急啊，你画完了你再闻闻，闻闻两下子。哎呦，好刺鼻，这什么味道？这是？是不是很呛啊？我跟你说，这里面呛的物质还有显色的物质都是余氯。余氯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啊实验还没有完，你啊摘一点你的菜叶子啊，把它放在显色的溶液里面，你看看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。拿出来菜叶放里面。对，那这是什么实验？这是也心疼，往里放，放里面是吧？涮一涮，涮一涮哈。哎，哦，哇塞，谢谢。菜叶放到有余氯的水中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？民生实验室正在播出。涮一涮，涮一涮哈。哎，哦，哇塞，欣欣，这水变清了，神奇吧？你猜猜这是为什么？这难道是？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样，水中的余氯啊，全都跑到你的菜叶子上面去了。哎呀！行了，谢谢。嗯，你说现在吧哈，这菜哈，嗯，你说我不洗它吧，有农残，嗯，我洗它吧，有余氯，嗯，这横竖都是污染啊。行了，谢谢，我今天我从现在开始我决定了。决定什么了？我以后我不吃菜了啊，我只吃肉，什么白菜、菠菜、油麦菜，那都不是我的菜。明儿，你呀不能一竿子打翻一条船，这太吓人了。这个菜呢是可以吃的，嗯，余氯呢也是可以去的。哦，能去除。今天啊，我们就请到了孙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的现场，他呀有一样神器，就可以过滤这水中的余氯。接下来我们有请孙总。你好，孙总。欣欣好。你好，小明好。孙总你好，你好。孙志刚，工程师，中国净水行业协会理事，资深净水行业专家。您那个神器可以除余氯是不是？嗯，没问题，一定能除啊。那行，那我就把我交给你了哈。你要是给我除不了，那我可就整天吃肉，你得管我吃肉。你说这个余氯，咱们都知道它是有害的。嗯，那为什么这个水里非要加余氯呢？目的是为了杀灭这个水中有害的一些细菌啦、哦、红虫，对不对？嗯，等等对咱们身体有害的物质。那么氯气呀、啊，嗯，在跟有机酸结合以后，会产生什么？三聚甲烷。不是孙总，你那打住什么什么，又是有机酸呀，咱什么烷呀，是吧？那个我听不懂，嗯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还是靠实验最直接，
你给我做个实验是吧，怎样把这个水这个氯气给我除掉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那你到底是什么神器，我想见见一下。哎，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器呢？哎呀，这都摆上了，这家伙事儿你看。怎么样？大货桶的。咱们先来做这个余氯实验啊。刚才这个余氯啊，这个已经被菜叶吸收了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么咱现在啊，我再舀上啊半杯水。嗯。啊，然后同样啊，再加上咱们这个余氯试剂啊、嗯，看一看它这个颜色啊，肯定也是呈这个黄颜色啊。大家看。哦。哦，黄了，跟刚刚一样。这是有余氯的。对，啊、这是有余氯的。嗯。嗯啊，小明细心看，嗯，啊，我启动它这个电机，嗯，啊，哎呦，大家看啊，这个水啊，这个流出来的水还是这个水缸里的水，哦，循环的水，对不对啊？那我通过变动这个阀门啊，看它这个水是从这个出水厂这里边出来啊，我就进入到这里面，对吧？对，注意看啊，哦，啊，我进去了已经，对不对？哦，出来了。啊，看，我先把这关掉。嗯。那么同样啊，我把它摆在前边。嗯嗯。同样加入咱们那个余氯试剂啊，大家看余氯试剂，看一看它会发生什么变化。嗯。啊，注意看。咦？啊，加两滴，三滴。哎哎。啊，再加一点。这个没有反应哎。我觉得你这个加的量不是很够，是吧？啊、你这才几个眼，怎么不够了？多来一点。行呐，加多了它也没有什么反应。嗯，对，关键就是在这儿，对吧？那我弱弱的问一句，余氯去哪里了呢？余氯都被啊这个氯芯儿看见了吧？哦，啊，被它们吸收了，被氯芯吸收了。哇，那您今天带来的这些东西，我觉得不得了。哎，不是陈总，你弄这些上来干嘛呀？对呀，又是沙呀。美锤，还有墨汁儿，你想干什么？还有两根生锈的铁管，呀，搞事情！干什么呀，孙哥？那这样啊，细心小明，咱们为了把这个实验嘛做的真实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加了一些东西。我绝对不是一个挑事的人啊，咱们要不就都把它放进去吧。对，你看我见过那些净水器哈，咔咔咔咔咔，好多这种泡桶。对吧？哦，对，这个有点单薄，我觉得这些东西放进去，他质疑您，孙总。对，我不是挑事的人，反正我觉得够呛，还是实验直观，简单粗暴的，我们都把他们放进去。哎哎，对，可不可以，孙总？啊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咱俩来挑选一下。你们两个每人挑。你挑什么？蓝墨水。蓝墨水。对对对对，蓝墨水。哎呀，这挑蓝墨水，你得挑墨汁儿啊，墨汁儿染色多厉害呀！一块加。你俩挑的都是非常厉害，是吧？来蓝墨水啊！哎呦，都染手上了。普通的净水器根本过滤不了啊，蓝墨汁跟那个。哦呦！哦。马上就变成了大染缸。好漂亮啊！天哪！这边再加点沙。沙。沙。这个大分子的，是不是都可以？都放。生锈的铁管啊，我先把它放进去一根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再给你搅一下好不好？哎呀，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。孙总，同样再接一杯水，还是接这缸里的水。嗯啊，还是把它接出来。嗯啊，看一看这缸里的水接到水杯里是什么样。好，来等一下啊。哇，蓝灰色，浑浊的灰调，灰像鸡尾酒一般。关键是里面的杂质也太多了，真的。没错。到下面我接一下啊，嗯，来看一看啊，从这边出来的。好，准备开始了啊，看一看啊。哇，你看这儿，已经进去了，水已经进去了，大家看啊。哇，真的是白色透明的耶！对比一下，来对比一下啊！哇，什么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？太明显了，又清澈又透明，这完全就是浑浊的。这简直就是不敢想象，这是净水出来水吗？嗯。
那我们净化出来的这些水洗菜呀、洗衣服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吧？没问题，当然可以了。刚才说了半天话，我有点口渴。有点，要不我先尝一尝？尝一尝？不是，这真是可以喝了吗？我的天哪！直接从这儿变成了这儿，然后直接就喝下去了。你们两个要不要试一下？我建议你去尝一尝。尝来，小明你来。来，女士优先。来，孙总，我可真喝了。你先闻一闻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味道，然后再决定喝不喝。闻好像是没有什么味道，没有味儿，是正常的水。不是，孙总，你刚才没有来个什么什么来个变换大法，是从哪弄出一杯水？这样啊，我再介绍你。对，咱俩共饮嘛，对吧？咱们三个来共饮一杯。啊啊。我们看啊，还干杯。咱们干一杯。干一杯。一定要干啊！来，我们来品一品这个水是什么味儿的。挺甜。甜丝丝的，一点味儿都没有。即使是这样，欣欣哈，我还是坚持吃肉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？你惯着呢。苏林卡，德国的。德国有什么？奔驰、宝马，最后来了个苏林卡，是吧？你就这个档次的这个产品，它怎么了也得好几千吧，对吧？你是咱普通老百姓，谁能用得起？孙总，我觉得小明说的有道理，是吧？小明，你是觉得价格贵吗？不是，再扯了，价格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没钱。非常直接了。那么我说一下价格啊，不到1000块钱。不到1000块钱。不到1000块钱。1000块钱就能买到这么高级的净水器？这样，欣欣，我稍微调整一下我这个战略。稍微调整一下。稍微吃点蔬菜。为什么呀？你想想啊，就这种净水器啊，以前我也用过，你看，1-2000的净水器，3-4千的内芯，并且一年还得换，所有钱都花在这内芯，太贵了吧？对呀，你这滤芯贵呀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这个问题还是我来解答啊。刚才小明提到滤芯啊，对，滤芯说的非常好，因为咱们现在市面上啊，包括这个卖这个净水器啊，它主要的这个消耗品是滤芯，对。那么咱们今天活动价啊，另外再加送一根原装滤芯啊，两根，这个滤芯可以反复清洗啊，一根反复清洗可以用5年啊，另外再加送一根可以用10年。那么小明，你再算一算这笔账。998用10年，那一年99.8，一天才几分钱啊。日子就怕精打细算，每天花个几分钱就能喝到这样高品质的水，我觉得是很合适的呀。太合适了，哎，孙总，这个是咱们的原产品是吧？对，那个是咱们产品。哦，嘿，那再放几天。孙总真的是没想到，每天只花几分钱就能喝到那么好的水。哎，小明呢？不是，他怎么把咱们的净水器给抱走了呀？哎，小明。接下来您将看到佳音小妙招教您初学者如何巧切土豆丝。本栏目由神州牛哥裸眼3D手机联合呈现。加油，小妙招等你来出招。本节目由神州牛哥裸眼3D手机联合呈现。哎，哇，看我切的土豆丝，虽然刀工琢了一点，但是哎，我真的很用心的在切啊。这是刀工琢了一点的问题吗？就你看你这土豆丝儿，这清朝出土的吧，而且你看这比筷子还粗的，这叫丝儿吗？这土豆条吧，炸薯条啊。喂，你别讽刺我行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大家知道吗？这土豆丝看起来简单，我之前也觉得很简单，那切起来就很麻烦。你要想切成像酒店大厨那样的刀工，我跟你说，没有个3年5载，没有那刀工。你这土豆感觉也是已经练了3年5载的形状了啊！哎，如果说我告诉你有这个快速切成土豆丝儿的小妙招，你学吗？切土豆丝有什么招？哎，洗耳恭听，快！马上跟随着我们的这个妙招宝贝啊，他们呢从网上学了一手，我们跟他们去瞧一瞧哪个最好用。当当当当。
土豆啊就是今天的主题了。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土豆丝，尤其是这酸辣土豆丝，这红辣椒、青辣椒，再稍微啊加点花椒，加点醋，放在这锅里啊一顿炒，那真是一个美味呀、啊！阿姨呀、啊，我今天呀、啊、就想做个土豆丝，要不你帮我切，我去炒。好的，一凡，你在家里是不是没切过菜啊？就像我这样拥有高颜值的大厨，肯定是会把更多的时间呀放在对菜肴的烹调上。烹调，切菜，那不就跟吃饭一样吗？会拿筷子呀就会吃饭，那会拿菜刀啊就肯定会切菜。那第一步呢，就是把菜刀啊握在手里，然后呢对准土豆。一凡，你还是扶一扶吧。阿姨，我这就是准备一下，我还没开始切呢。那现在呀，我就开始切土豆。哎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。那有些时候啊，咱这食材呀、啊，就得处理的返璞归真一些。然后切片儿。一凡，你这样的土豆我怎么给你炒啊？阿姨啊，我呀就是简单的处理了一下，您呀只要稍微给我改洗一下就行了。我啊现在赶紧去厨房啊调汁去，您呀帮我改洗一下。你像这样的土豆我怎么给它整啊？就从头再来才行。阿姨啊，新土豆。好好好好。土豆丝啊果然是切得非常的细，但是要我从这种程度到这种程度肯定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，但是呢我今天呀就想吃到这种程度的土豆丝。一凡，你别着急，我有个小妙招。阿姨啊，我刚才切土豆丝的时候啊，心里想的呀就是这牙签儿，可是啊，你看我切出来的比筷子还粗。像你们这些初学者，初学者，初学者。哼，人家初学者怎么了？可是我颜值高啊。就用这个夹子，夹到这个牙签儿，就按这个牙签儿切就行。我明白了。这啊就是给这个菜刀啊加了一个瞄准器，我来试试。嗯。你看，果然是好用了很多。这个加了牙签瞄准器的菜刀呀，真的是秒变切土豆丝的神器。大家不妨啊，在家里也可以学着来做一做。非常感谢阿姨今天给我们提供的切土豆丝的小妙招，那赶紧啊为阿姨送上由济南清华医院送上的价值100元的现金红包一个。谢谢，加油小妙招，等你来出招。那下一个妙招达人将会是谁呢？我们期待您的到来。接下来您将看到，喝完白酒真的应该用啤酒冲一冲吗？白酒啤酒是否能混着喝？本栏目由神州牛哥裸眼3D 手机联合呈现。欢迎回来，本节目由神州牛哥裸眼3D 手机联合呈现。哎，我想问一下俊业哈、你看你东北大老爷们儿啊，怎么了？酒量怎么样？酒量没说的，就可以一直喝。哎，不是一直喝，就是量还可以了。对，谦虚是吧？对。
不管怎么样，酒量怪我，酒量肯定是不错的哈。既然都放出这样的话了，哎，我朋友送了我一瓶窖藏30年的白酒，哎，那不错呀、啊。晚上去我们家小酌一下。可以啊，你家有白的是吧？那我再买点啤的。对，白的一会儿就喝完了，啤的咱可以哎一直喝下去，再炖点肉，对不对？大碗喝酒，大碗吃肉，多爽啊！哎，你这个酒量大，我们已经看出来了。但是你这个白酒还有啤酒一块喝，我觉得你这就不要命啊！嗯，啊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，你不要危言耸听。我很多朋友都是混着喝，没什么问题的。很多人都混着喝，不代表说白酒、啤酒混着喝它就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它究竟有没有危害呢？马上啊，跟着我们的这个实验调查员去一探究竟。经常听到有人说，在喝完辛辣的白酒以后，应该喝一点相对清淡的啤酒冲一冲。事实果真如此吗？哦，我一般是不掺，但是我听说呢，白酒啤酒掺在一起喝不好。有时候也掺，没法。他有时候你喝着喝着，白酒这样一喝，这啤的你不喝吗？掺到那个劲儿大嘛。啊，喝多了反正都难受。可是有些同志们吧，还愿意喝酒的时候呢，就愿喝完白酒以后喝瓶啤酒再冲一冲。但是具体答案如何，我还真不太很清楚，对吧？掺之后觉得醉的快呀吗？快，快，醉的还快。但是我朋友哈，我朋友掺着喝能喝醉。哦，就掺着醉的更快。人不一样，有的掺酒没事，有的掺酒是不行的。啤酒跟白酒掺起来喝也不行。白酒啤酒一起喝下，所以造成了短时间内前后吸收的酒精浓度差异很大的情况，而这对于肝脏的工作是不利的。过度的刺激作用可能会促使肝脏加快分解酒精，从而给血液中短时间内产生了大量的乙醛，会导致心跳过速、皮肤发红、呕吐等症状。啤酒中的碳酸能减少酒精在胃中停留的时间，从而使得酒精更快地进入小肠，对肝、胃、肠、肾等器官造成伤害，还可能引起胃痉挛、急性肠胃炎等疾病，对脑血管健康也有危害。所以喝酒不仅要适量，白酒、啤酒也不能混着喝。